大家好，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。假讯息就像传染病一样，必须由你我一起谨慎面对，才不会在社会中传播扩散。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管道及时掌握公开透明的疫情资讯：一、浏览疾管署全球资讯网；二、加入疾管家官方账号；三、关注疾管署脸书专页；四、收看疫情记者会直播。如果您收到来源不明的疫情资讯，请依上述四个管道查证确认，千万不要随意转传。散播有关流行疫情的谣言或不实讯息，最高可罚300万元。疫情期间，感谢有您持续配合防疫，也请与我们一起努力，拒绝假讯息，